12月7号晚，一段宋小宝接受某采访，自曝2017年将暂别综艺圈的视频在网上曝光。在这段采访视频里，宋小宝坦言希望为自己活一活，希望能够休养身体，多沉淀和积累。这回我真真是，我真的好好歇一歇了。我面对电视机前所有观众朋友，跟大家提前打个招呼。我本人身体呢，压根儿就不是怎么太好。所以呢，我要选择腾出一段时间来。为自己好好活一段时间，暂时先撤出来，不什么都参与了，因为真的是身体扛不住了。根据不完全统计，宋小宝2016年共参加21档节目，其中几档喜剧竞技类综艺都是强度非常高，需要消耗大量体力和脑力的。对于目前这种工作频率，宋小宝表示自己真的有点吃不消了，这次是真的得好好歇一歇了。最后，有网友爆出了2016综艺圈五大神兽的年终工作量汇总，排名第一的是薛之谦，共参加30多档节目录制；第二是大张伟，共参加20多档节目录制；随后是撒贝宁、宋小宝以及刘维。而早在宋小宝之前，薛之谦曾多次透露将退出综艺圈的消息，这次宋小宝也将成为综艺圈的五大神兽中的第二位退出艺人，虽不知之后两位到底如何取舍，但还是希望两人能够留在综艺圈，给大家带来欢乐呢。芒果捞新闻，虽然不舍，但你们的身体最重要。报道。